号是今年逾越节前的十天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人在耶路撒冷市政府的广场，在我身后有一个很有趣的摊位，在这里我们将会一起来做无酵饼。称为无酵节，顾名思义就是不可以有任何的酵。那在过这七天的逾越节的时候，犹太人真的会吃七天的无酵饼。那无酵饼是怎么做的呢？等一下我们就会一起来做。那基本上从面粉碰到水，然后擀面，然后一直拿去烤。这整个过程呢，为了确保面团不会发酵，被限制在18分钟内。所以呢，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由市政府给市民的免费活动，就是在18分钟内做无酵饼。要开始混面粉的水，然后这里会开始计时，18分钟内我们要做完逾越节的无酵饼。那边开始混，那边开始混了，混混混混混。就是无酵饼的样子，哇，他给我们很多哎。
两张小小的，然后来了变成三个很大的。那大家看啊，上面它会压这个纹路，就是因为传统的关系。吃起来就不怎么样。那他们为什么无酵饼不可以发酵呢？就是因为要纪念以色列人在3000多年前从埃及他们当奴隶的这个地方离开的时候，非常的匆促，连面团发酵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这个传统一直留到今天，很特别吧？好，祝大家逾越节快乐，哈萨梅啊！